现在穿得很像 mini mini 在那超过遮住肚脐呢，还有超过膝盖呢，怎样？这个很难得啊，很稀奇，是不是？你要变贤妻良母。好了，这不是重点，我们现在要去买 kebab， 去 bunkers 当点心。好，就这样，再给你们看 kebab。好可爱哦，他把他是说今天下山时间是9:06的样子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现在8:42。我们预计几点会到？9:09。当然他预估都比较早。哦，究竟我们看不看得到夕阳呢？可以的，相信吸引力法则。你要讲一句话，我才可以结束这一段。我们就先去看夕阳啊，那其他人就算。你要不要9:09夕阳哦？见。然后踩那个。对啊，没有过。那坐哪里？就那里就好了。王美照如何成像？踢个脚，踢个脚，屁股出。介绍一下，我们请问你现在在用什么吃饭呢？这个我们这里的 kebab 都不会就是很传统的印度料理店，他们就是很传统的要我们用手去扒饭吃，所以我们要自制一个汤匙吃。怎么自制呢？好在他们用的是宝丽龙的碗，我们就只要把它剥一块下来，就这样子就可以吃了，这样子很好吃。好吃吗？有宝丽龙肉，有宝丽龙味吗？不要咬太大力，不然就会吃下去。大家学会了吗？哦，瞬间暗掉了。天黑的巴塞，现在几点？现在9:10。9:30，终于黑了。不知道一天的白天到底要多久。屏幕里面看起来好暗。人生都过不完，都在过白天。确定过不完吗？不要这样，要下 slogan 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圣家堂在哪里。圣家堂在这里，有看到吗？超像鬼吗？这里。